大家好，我是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密尔瓦基酿酒人队的旅美左投王维征回来了。他是登上大联盟最年轻的台湾球员，年仅22岁，更是大联盟史上第一位透过规则五选秀从新人联盟直升大联盟的球员。王维征回忆自己刚得知这项讯息，心情很惊吓，还以为是要被交易出去。第一个反应就是刚开始以为被交易了，然后到后面透过经纪公司才知道说是有规则五重规则上大联盟，对吧？其实我自己蛮吓到的，是其实会担心说会有适应上的问题，对不对？适应上，对啊，因为又要重新认识新的队友，我怕他队友觉得很陌生。王维征2011年与匹兹堡海盗队签约赴美，历经韧带受伤，挺过漫长的复健期，也历经过丢不好球的撞墙期。好在有同乡陈伟英的鼓励相伴，支持他撑了下来。他一直在鼓励我，因为我一直在反驳他，因为那时候丢不好，所以我一直说，我说我要怎么丢啊，对吧？然后他一直说，你就不要想太多。就是平常心，就尽最大力量。王维征2013年底展开大联盟生涯，却也因此错过了亚运等赛事。他说不遗憾，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披国手战袍。遗憾呢？我觉得我比较尊重球队吧，因为毕竟是在大联盟，所以希望可以待多久就待多久。就我 OK， 我可以。对，因为很久没有参中华队比赛。展望星球季，王维征希望自己别再受伤，健康的投球。这趟回台湾预计停留一个月，除了休息和练球，更要吃遍最想念的台湾美食。中央社记者吴怡玲、张雅婷台北报道。